上次一别，一直没机会见面。其实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你。公子的伤势可曾好些？早就好了。你是不是也记挂着我呀？这个字是你写的？是啊，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言想心思梦里惊，无人知我事情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了。公子，也请回吧。等等，那你既然拿了我的红叶，是不是该回赠一片给我呀？其实我这次是专门为你而来的。起初我们初次见面，你就已经走到我的心里了。那天你说起江南蟹肉，我回去足足吃了一个月，可怎么都没有你说的味道好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吃蟹的人不在身边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江南品品你说的醉蟹，走走你走过的路吗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夫人有事相商，您该回去了。陆轩，我家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可咱们没说完的话，你下回一定得告诉我。若轩，刚才那人是黄源吧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令姨，你看他身旁那人，像不像曾经小时候领我们一同入宫的御前侍卫？对，就是他。御前侍卫，黄源，皇帝，陛下的名讳就是起源。他就是陛下。给皇太后请安。西岐王不必多礼，快坐吧。谢太后。当年先皇在世之时，曾许诺西岐，会封西岐郡主司徒真为后，不知皇太后可还记得此事？先皇许下的婚事，我怎会不记得？只是现在皇上刚刚亲政，很多正事要忙，这大婚之事，西岐王不必太过心急。皇太后所言极是，不过大圣此时最需要巩固四方，安定民心。这选妃立后，也得考虑一下皇上的心意，不是？就算皇上自己做主，选的也必是我西岐王的女儿司徒真。放眼当今，我西岐是会保卫大圣边疆稳妥。西岐王放心，我最大的心愿，
就是这天下四海升平。正好，太后所愿也是本王所愿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说是来请安的，实际上根本就是在要挟。他之所以敢这么做，全是看着皇上刚亲政不久，抓住了大圣想稳固边境的心思。他仗着西岐的地势条件如此冒犯，难不成咱们还真碎了他？这西岐在大圣的边缘，不好掌控。只有西岐稳固了，大圣的百姓才能心安。怕就怕他们与边境藩国联合起来反叛大圣，那刚刚得以平静的大圣必会迎来一场大难。六哥，何事这么生气啊？大臣们全都上折，提及与西岐联姻之事，这是催朕大婚呢。如今大圣啊，少不得西岐的支持。刘哥，我看你是注定要娶这西岐郡主了。你少跟朕提西岐郡主，提起来朕就烦。都没想到朕已经亲政了，还是摆脱不了这些束缚。刘哥，我可听说这西岐王司徒城的女儿生得好极了，见过的人呐，都夸赞。说不定你娶了她，一拍两好，明天都忘不了。朕又不是没见过。再说，生得好不好跟朕有什么关系？六哥这么坚决，莫不是有心上人了？没有。明月，你别犯愁。既然那西岐王这么有把握，想必司徒真一定出落得艳冠群芳，由不得陛下不动心。这男女之情讲究的是投缘，这容貌是其次。之前呀，齐元一直都是被程旭压制的，处处有人替他做主。如今自个儿也亲政了，这选皇后他就想自个儿挑，这样他也有面子。如果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咱们大可以想个法子，换个方式，让陛下觉得这皇后是他自个儿选的，这样心里或许会舒坦许多。什么法子？才选，三年一选的章程已经定下，咱们何不趁此机会办一次才选，让陛下自个儿挑。哎，对了，齐柔，就你鬼主意多，你帮朕想想，有没有什么理由能驳回大婚？我不回，你就依了吧。依了？那朕宁可出家当和尚。陛下，谁要出家当和尚呀？给陛下请安。姑姑请起。七殿下也在啊，听闻七殿下近日练兵打仗，辛勤得很，这皇太后听了心里很是欢喜呢。啊，六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得去跟太后请安了。齐柔，六哥，林姑姑来，八成又是来当说客的，讲起道理来呢，一套又一套的，我可听不得，准得打瞌睡。你这孩子，等你将来娶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，任凭她怎么叨叨你，你都不会嫌烦的。别别别，我怕唠叨。行了，不是要给皇太后请安吗？再不去，皇太后可要午睡了。小林子，送送她。是。六哥，恕臣弟啊无能为力，先行告退。姑姑，有时候真是真羡慕齐柔啊。
怎么了这是？他都有权利自由地选择婚事，朕却不行。奴婢明白陛下的心思，所以奴婢想了个方法，可以让陛下自个儿选择。真的？嗯。他答应了？是啊，他想了想便答应了。答应得这么干脆，反而觉得有问题。你呀，就是太过多虑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他们拿朕当小孩子，哄着朕，那朕就将计就计，哄哄他们。哼，到时候，朕就选若萱当皇后，怎么样？这好是好。不过小的听说，这才选得一关一关的进行拣选，得头几关都不被刷下来，这才到得了陛下跟皇太后跟前。若萱呀，不可能被刷下来。那要是若萱郡主她自愿被刷下来呢？陛下，这想被选上难，想不被选上还不简单呀？只要说自个儿身子不好，这奔走伺候的事儿难以胜任，这不就结了？所以小的说，这事儿啊，还得若萱郡主她自个儿同意才行。倘若你真的不放心，不如最近把司徒郡主接到宫里来玩几天，刚好也能看看陛下对她的态度。毕竟，陛下上一次见到司徒郡主也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这单约她，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？那咱们就多邀几位郡主，这样不就不刻意了吗？嗯，你的主意不错。正好啊，这宫里也好久没热闹了。陛下，您就去给太后请个安，照个面，那几位郡主又不会吃了您。走吧。朕就不想见那个司徒真，这么突然，朕肯定没好脸给他。这样，你去回，朕头疼脚疼浑身都疼。别呀，陛下，小的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若萱郡主也在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小的这不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吗？陛下现在可是高兴过去了吧？完了。若萱还不知道朕的身份，朕一去就全露馅了。不行，今天肯定不能去了，朕还没准备好，赶紧走。陛下，给母后请安。不必多礼。这小林子啊，真是越来越懒了，让他去请陛下都这么久了还没请来，难不成还要太后亲自去请吗？不怪他，是朕功课太多耽误了。陛下今儿看起来心情不错呀。托母后的福。这几位郡主啊，陛下小时候都见过的。朕记得。这位是怀兴州领主之女，陆令仪郡主。这位是西岐王之女，司徒真郡主。这位是新安王董义之之女，董若萱郡主。六哥，我的记性不错吧？嗯。哦，给太后请安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说说笑笑，我们看着心里也高兴。太后，那位就是我未来的皇嫂了。净说笑，说点有趣的事儿。哎，刘哥，太后想看咱们说说笑笑，那我看今儿个也不用大宴小宴的闷坏人，咱们换个玩法，让大家都开心开心。这些在宫里还真不常见啊。母后，乔太妃，这些都是我们几个的一点心意，上方玉石再好
想必也腻了，所以我们就派人到城中找了这些出名的小吃给二位换换口味。招待虽然减慢了些，但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挺有意思的，快坐吧。怎么样，我这个主意不错吧？咱们宫里每天肥鸡大鸭子的，偶尔尝尝心反而开胃。七殿下的这个好主意倒是害得小的们这东城西城跑了个遍呢。得了，知道你们辛苦，太后吃得欢喜了，自然赏你的。启荣这主意啊可真不错，既然我们今天吃的都是平常百姓吃的家常便饭，那我们也像寻常百姓一样不分上下。真儿，你也坐下来一起吧。这哪成啊，这不合规矩。姑姑，您常年辛苦，今天啊就歇下吧。陛下，我偶尔为之，不伤大雅。不伤大雅。陛下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呀？大家请看，这是城中老店特制的瓜租，朕还特意叫人做了鸭羹，想必就起来吃是极其美味的。大家快都尝尝。真儿，快吃啊。为了表示招待各位的诚意，朕先干为敬。陛下怎么连说话都跟平民百姓似的？今儿这餐看着简陋，实则意义非凡，象征着太后、陛下、乔太妃、七殿下心中不以天皇贵胄为傲，反倒以黎庶百姓为念，这真是大圣之福，万民之幸啊。我就是一时兴起，不过听若轩郡主这么说，倒还真有一番大道理。若轩说的可真不错，这小的事情当中往往包含着大道理，就看你们怎么去体会了。启源啊，你可一定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样百姓才能拥戴朝廷，你要用心去体会百姓的疾苦。母后教训的是，若轩郡主的话朕定当要铭记于心。只可惜啊，这若轩郡主不是男子，否则就像先帝当年说皇太后那样，左丞右相都当得。林姑姑抬举我了。启荣，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呀？那百年老店的酱肘子，用刚出炉的蒸饼夹着吃，可美味了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这个是东南海边运过来的虾酱，寻常可吃不着，这虾酱啊，闻着臭，吃着可香呢。不信，大家尝尝。快尝尝。司徒真，你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我父亲说过，这些街边的吃食极不干净，更难以下咽。在西岐，这些只能是下等奴仆的口粮。臣女万不能损了皇太后、太妃，还有陛下的贵体。方才，必让府中家厨送来两样特制的点心，用的可都是极精致上等的食材。正好，我也想吃点心了。来，启源，你也尝尝，这是司徒真的心意。是母后。刘哥，我这皇嫂可真没劲。谁是你皇嫂啊？这些东西啊，好吃是好吃，咸的甜的喏，还有那臭到极香的，五味杂陈。倘若再有一壶好茶，那可就真是舒爽了。林姑姑，茶我预备的，您尝尝，拿上来。八分满就行。
这些花瓣我拿盐水浸过了，很干净的。玫瑰花瓣加上栀子花瓣，我临时给它取了个名，叫做双清茶。这要是有雪水啊，那就更好了，可以叫做三清茶。这心思倒是巧啊。这茶真有花香味儿，我没想到这花还能做茶呢。花还能做点心呢，等过些时候紫藤花开得最好了，到时候把藤萝花摘下来，用清水洗净，加白糖、松子、小指油丁拌匀，像千层糕似的叠起来蒸，蒸好了之后切成块吃，那滋味真是满口甘怡。瞧他说的，我现在都想吃了。那明年我们就等着你孝敬了。皇太后这么早就定下了，看来啊是真馋喽。明玉，你说你累了一天了，也不早些安置。这反倒拉着司徒郡主说了大半夜的贴心话。我就担心这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的，不懂得做妻子做皇后。哎，恨不得啊把我这半生的心得一股脑儿的都告诉他。好久没有这么说说笑笑了。这几个孩子的花样可真不少。你说这起源对司徒真怎么样啊？这倒是看不出来。不过啊，陛下今儿心情这般好，想必同几位郡主有关。除了司徒郡主还能有谁啊？想不到陛下也会害臊呢。我瞧着若轩这孩子跟起源倒是性情相通，你说他会不会是看中了他？若轩郡主？不会吧，陛下倘若有别的心思怎会不说呢？这新安王是大梁的旧臣，封王已经是有点过了，若是再把他家的女儿送进宫，这朝上还不知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呢。此琴音声清悦，果然不凡。琴好，弹得更好。若轩，你的琴艺不负这把琴。六哥，那就把这把琴赏给若轩吧。好啊，朕正有此意呢。陛下，若轩不敢接受如此重赏。有何不敢？那这样，日后你多给朕弹弹听就是了。若轩又不住在宫里，倒是我呀能随时上西安王府上一饱耳福。齐殿下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听着高兴就是了。你呢？你又能听得懂吗？我当然听得懂，这首曲子不错，只不过不够热闹。这首曲子名叫《咏怨》，若是热闹了那就不哀怨了。
这永怨又是在怨什么呀？一对家人结为夫妻，是要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，怎奈男子移情，夫人失宠，被冷落家中。这首曲子便是在诉说着女子的哀愁与相思。这个男子着实不应该，既然相知相爱，就不该冷落他。古来能有几人长保宠爱？可朕不同啊，弱水三千，朕只取一瓢饮。洛轩，以后别再弹这首曲子了，反正不管将来谁娶了你，肯定是疼你爱你，听你的话，让你一愿也不愿。七殿下说哪里去了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，我可以给你打赌，如果你嫁给我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再弹这首什么怨了。婚姻大事也能打赌啊？啊，出言不逊还不道歉？就算我出言不逊，若轩也不会怪我的，是不是若轩？七殿下向来心直口快，想来也是无意的，我不怪你。你看，我就说若轩不会怪我的。他哪是心直口快啊，他就是莽撞。哎呀，这里谁吃了辣椒，怎么这么呛呀？都是若轩郡主的情谊太高了，惹得陛下和七殿下都为这曲里的女子伤神呢。若轩郡主的情谊好，你又听懂了？小的哪懂了，我是用看的。用看的？小的可是头一次看见七殿下能安安静静坐这么久，所以呀，这只能说明咱们若轩郡主的情谊好啊。这件古董啊，是儿子特意给您寻来的，可还满意？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又有什么事儿？母妃，我有一事想请您帮忙。帮什么忙啊，让你那么伤心？我长大了，这六哥也快选妃了，我也该……你也想娶妻了？还是母妃了解我。好，那改天我给你好好学问一个。不用母妃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就要娶董若轩做我的媳妇儿。董若轩？嗯。你是什么时候看上他的？也许是小时候吧，也许是方才，反正啊，只要我一看见他，我的眼睛里面就容不下第二个人。哎呀，母妃，您就说帮或不帮。这个董若轩的身份有些尴尬，再加上他这个人文理文气，扭扭捏捏的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跟他合不来。娶妻的是我，我合得来就行。你又怎么知道你跟他合得来？我看见他我就欢喜。那你怎么看见我就心烦？母妃，谁叫母妃你啊，总叨叨我，不像若轩，绝不轻易开口。一开口啊，就说到我的心坎里面了，我就什么烦心事都想不起来了。你呀，将来肯定娶了媳妇儿，忘了娘。母妃，若轩的性格会孝顺你的，是吗？母妃，董若轩的父亲董一之啊，沉稳能干，而且又深得朝中重臣的信服，这倒值得我动点心思。见过乔太妃，快快请起，请上座吧。不知乔太妃今日找我有何事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看看你。早就听说郡主气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天生贵气，十足的皇后相。这再过几日就要采选了，采选当日会正式确立以后两妃。这红花可千万不要被绿叶给比下去了呀。乔太妃的意思是？论品行
自然是谁都比不过你。可是，我举个例子吧。先帝独宠贵妃贺兰婉音，这你可知道？说起这位贵妃啊，论德比不上先皇后，论样貌不及太后年轻之时，可先帝就是喜欢她，成天和她形影不离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为此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，惹得先皇后生闷气，太后也跟着受尽委屈。所以郡主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，这一山还不容二虎，更何况是这后宫呢。郡主，你一会儿说皇太后想见我，一会儿又说皇上也在那儿，语焉不详，越想越不对劲儿。你要是不把话说明白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走呢？春雨，送客。是。别呀，郡主。好吧，小的招了。是陛下一定让小的请您过去，说是有件古董想和您一同赏鉴。这也算不得急事，何不明儿个再去啊？陛下这些日子虽然白天能同郡主得见，可总有旁人在场，不好多说什么。春雨姐姐，你不清楚，可郡主应该是明白的呀。可怜陛下一片诚心，您就走一趟吧。若萱，上次一别，我本想再去看你，可谁知道你去了外祖家，没想到再见面就是在宫中了。我只知那位朋友名叫黄元，不识陛下真容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朕就知道你生气了，你一定怪朕没有告诉你真实身份。可朕就是怕你知道了朕是皇帝，就不会坦诚相待。若萱不敢。若萱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第一次见面在皇宫里放风筝，你说小林子的风筝扎得好，朕立刻让他再扎了一个。可当朕拿着风筝兴冲冲找你的时候，母后却告诉朕你跟父亲回了江南，然后这个风筝朕就一直收藏着。其实朕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，直到遇到了你，朕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有朋之乐。若萱，朕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，越靠近你才知道越离不开你。陛下别说了。若萱，怎么了？朕啊，就时常看着这片红叶思念你。这片红叶是我给黄元的，我与黄元相识于市井，我们知趣于琴棋诗酒，期待淡泊度日。可朕就是黄元，黄元就是朕啊。陛下，您不仅是黄元，更是万人敬仰的皇帝，若萱不敢，也高攀不起。若萱与黄元的情谊始于宫外，也终于宫外。这皇宫内的一切对于陛下来说是寻常，若萱却难以招架。若萱，陛下若您还当我是朋友，就莫要强求。还请陛下收回心意。
郡主，您这些天都没好生吃，我给您炖了燕窝粥，您快尝尝吧。我不饿。小林子跟我说了，陛下对您是一往情深，那您对陛下呢？我这么急着出宫，就是怕遇见他，我怕我管不住自己。这么说，您心里是有陛下的？那有什么怕的？咱们新安王府也算是大圣贵族，论地位也不低。郡主，如果您也喜欢陛下，这不是件坏事啊。春雨，我从小就听过很多深宫里的是非恩怨，可怕极了，我从不敢去面对这些。郡主说的是，倒不如嫁一个王公贵族，落得自在些。郡主，七殿下得知您身体不爽，光这两天就已经派人来过两次问候了。七殿下，七殿下瞧您的眼神，对您的殷勤，奴婢可都看在眼里。七殿下热情豪爽，他直肠子，有话直说，倒好相处。郡主，如若您嫁给了七殿下，等到日后吩咐别居，那深宫里的恩怨就再也缠不到您身上了。些日子连夜苦读，身子怕是会熬不住啊。早些安置吧，您看这天都快亮了。这用不着你管。您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朕是皇帝啊。然后他对朕一点感情都没有。陛下，您这话……这本书，朕不知道看了多少遍。朕就是看不懂，也看不明白。你一出宫，陛下和七殿下就都不来了，还有那个司徒真，一副自以为是皇后的样子，他这个人可真是讨厌极了。那皇太后呢？我看得出来，皇太后和林姑姑经常拉着他们俩人一起说说话，可陛下并不领情，司徒真也就绷着脸。难。那陛下他还好吗？听说陛下没日没夜的读书，还有听说昨夜还发火，把御书房的书都给烧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个陛下时而大怒时而大悲，把身边的人都吓得不轻。皇太后和林姑姑听了也特别伤心，可是怎么都探不得陛下所想。若萱，你跟陛下究竟怎么了？为何你要躲出宫？我与陛下注定无缘，又何苦徒增烦呢？可你明明早在不知他身份时就已经动心了呀。可他是陛下，陛下即将大婚，总是我心中有情，也不能搅入其中，我不能让他难做。可陛下对你是真心的呀。对我来说，世间最令人动容的不过平凡二字，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尘土，倒不如求得一人，淡泊度日，相爱相敬，不离不弃来的纯粹。我相信陛下一定能做到。见过王妃。令仪郡主也在呢。是。若萱，西岐王来了。
点名要见你。西岐王。若轩见过西岐王。西岐与大圣联姻乃是先皇金口玉言，尤其在出统中原根基未稳之时，更需要我西岐的支持。不管皇上愿不愿意，他注定要与我女儿大婚的。不管陛下愿不愿意，你们当真这么想？这对陛下公平吗？坚持恨不得今生永相见，你落下的缘与我化成两端，我落下的情心中默契未干，如风回雪，如云蔽月，如我隔夜醉满纸惆怅，如你，你落下的缘像个沧海桑田，我落下的泪沾满一路高悬，此去归途，此生漫漫，浮生悲欢。